彩妆，手拿冲锋枪，他正是饰演美国队长的好莱坞明星克里斯·伊凡。拍摄帅气电玩广告，场景就是台湾有名的阿根纳造船厂遗迹。只是造船厂却无预警在15号遭拆，令基隆市府相当错愕。没有文资身份，所以据了解，其实他们启动这个工程，其实督发这边也不知道。来到现场看看遗迹一半已经变成瓦砾堆，基隆市长相当震惊，在脸书发文表示，市政府事前并没有任何讯息，也没有收到任何当地将进行开发的申请，不清楚突然拆除的目的，令人遗憾。有没有人叫你们不要拆？现在啊，哎呀，现在不清楚啊。对于拆除工程低调不愿回应，位在基隆八尺门渔港旁的阿根纳造船遗迹，其实属于私人承租土地，但却具有历史文化重要性。它原为沙矿装船工厂，在1967年由美商阿根纳游艇公司将工厂作为造船码头，这是现今阿根纳造船厂遗址。这个工地是没有拆除执照，所以今天确定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是勒令它停工，然后那个依行政程序。完了之后就罚款30,000元。当然觉得不要拆啊。怎么说？毕竟它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古迹。正因为遗迹珍贵，服饰公司等都前来拍摄，没有想到看到的却是一片混乱。目前文化局将要启动古迹程序，要再确定是否能进入文化资产，要来好好维护这遗迹。记者朱丁龙，基隆报道。